Hello， 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二嘅法政现场，继续有我 QE 南海欣同埋法巴嘅阿 Lin 同大家一齐睇住大事。Hello， 阿 Lin。Hello， 大家好。咁我哋即刻睇翻恒指嘅表现先啦。而家咧就25,250点啊，咁就升咗209点啦。大市成交就有611亿嘅。咁见到咧美股咧就好似玩紧过山车咁啦，高低波幅咧就非常之突然惊啦。咁道指咧琴晚咧跌超过2000点啊，见到港股咧琴日咧都跌超过1000点啊。咁急跌过后咧，今日咧都见到有反弹嘅。咁但系咧反弹嘅幅度咧就唔算太大啦。咁见到咧牛好多资金咧都博咧反弹嘅。咁见到牛证嘅重货区咧就喺24,800点去到24,900点之间啊。咁但系咧今日嗰个升幅似乎都不是很多，咁資金流情況又是怎樣呢？其實今天看回市場來講的話，其實大家都相對上那個部署上都會比較謹慎一點，特別早段的時候其實見到恆指升上來，但是相對上資金就會比較好淡增持一點，而隨著個市那個升幅慢慢收窄，甚至開始即接近有一點倒跌的情況出現，反而是多了資金好像昨天一樣是部署回好倉，就是想是撈底或者是博回個反彈的。如果你說看回資金流方面，見到昨天都是偏向部署好倉為主，無論是恆指、騰訊或者阿里巴巴都見到是比較多的資金是流入回個好倉。而恒指的重货区方面，看到红证的重货区就在26,800点到26,900点之间，牛证的重货区就在24,800点到24,900点之间的。暂时的话看到牛红证大家相对上那个部署上那个心理上都比较谨慎一点，毕竟看到美股那边昨日其实怎样好呢，又急跌，刺激到佢嘅系啦，急跌，跟住之后去佢有一个熔断嘅机制。咁熔断机制系咩？其实如果我问翻银行嘅其他，即系要问翻啲老前辈先会系经历过，即系再对上一次经历过咁样嘅金融风暴一啲嘅事情。系啦，咁金融风暴嚟讲系2008年咧，其实睇翻暂时嚟讲嗰个恐慌指数 VIX 嘅恐慌指数嚟讲咧，其实寻日系超过咗60。咁如果你话睇翻，其实個 VIX 有以嚟咧，係2008年年尾嘅時候咧，先至係高過60%嘅呢個恐慌指數嘅啫。咁而家其實都係一個算係高位徘徊啊，60.50多点嘅一個恐慌指數。咁其實大家都係幾擔心個市場之後會唔會係更加波動，或者之後個疫情會唔會對於經濟會有個更深遠一個打擊？其實大家都今日嚟講嘅話咧，就算係跌到一個大家開始有少少會睇定啲，咁之後會係點樣去部署、點樣去走嘅一個時間啦。咁另外咧，睇緊我哋嘅觀眾朋友，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即刻留言嘅，咁阿 Lin 就會即刻解答翻大家問題啊。咁另外啦，咁見到咧博反彈嘅話咧，咁咧就係會追一啲藍籌股啦。咁騰訊咧都引嚟唔少資金咧去部署嘅喎。咁不過咧係用牛證好啊，定係用 call 輪會比較好咧？咁因為見到咧而家咧嗰個引伸波幅咧都有啲有啲大嘅。咁呢種情況下部署輪證係咪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咧？其實反而騰訊嚟講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因為佢下個星期就出業績啦。咁其實我哋之前都會講，即係業績期其實大家都要好，本身就要應該好注意嗰個引伸波幅嘅嗰個變動嘅影響噶啦。咁再加上騰訊嘅話咧，其實都會其實點講好？因為佢雖然係三月份啦，其實疫情過咗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佢三月份佢下個星期公布嘅嗰個業績咧，其實都係反映翻第四季度個疫情都仲未係影響非常之大嘅時候嘅一個業績嘅盈利一個情況。咁但係其實都會考慮翻睇下騰訊佢最後出嚟嘅業績，就算佢冇乜驚喜嚟講咧，咁希望都唔會話有非常之負面嘅一啲嘅業績嘅情況啦。咁如果係一啲負面業績情況配合翻而家市況嚟講嘅話咧，咁可能嗰個波動性就會高少少。再加上騰訊嘅話咧，其實睇翻阿里巴巴，其實佢出業績嘅同時咧，雖然上一個業績嚟講業績唔算好差，咁算係持平嘅一個狀態，咁但係其實佢都會係同大家開，即係喺業績嘅時候咧，順便幫大家打定底噶嘛，可能之後會受到疫情嘅影響啊，
或者下一季的那個預期是怎樣呢？其實反而會是今次業績大家會比較期待的，就是對於它之後的一個盈利的一個預期了。咁另外呢一定係要再睇埋隻阿里巴巴啦，因為呢見到呢佢都有資金流入啦，同埋佢嘅股價呢都好吸引嘅其實。咁見到呢佢嘅股價就硬淨啲啦，咁呢都係喺個190蚊以上嘅，雖然失守咗200蚊，咁但係其實呢都好多牛仔都被回收咗喎。咁但係部署上咁阿里巴巴兩隻上部署又應該點樣去做呢？其實阿里巴巴同埋騰訊甚至恆指嚟講嘅話咧，其實尋日個市咁樣跌落嚟啦，見到個引伸波幅相對於上個星期嚟講，其實引伸波幅尋日係升咗上嚟嘅。咁之後個市如果係大家比較觀望態度，或者個市稍為嗰個波幅平穩翻少少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要好留意嗰個引伸波幅調整對於渦輪價格嘅嗰個影響，因為未必，因為當渦輪價格調整嘅時候，如果佢向下調嘅時候咧，譬如你買一隻call 輪去博反彈的時候，那可能那個 call 輪的變動未必是完全符合到你預期的那個升幅的。如果你說看回、阿里巴巴來講，其實相對上相對騰訊和、恆指的資金流來講，反而見到它淡倉其實都有一點資金是流入的，因為畢竟阿里巴巴其實上市不是很久了，大家比較注重就可能它10天線和20天線的一些技術性的一些參考，咁見到佢跌穿咗呢啲技術性嘅一個支持位嘅話咧，其實大家都開始會擔心佢下行嘅話，再下一個支持位大概會睇啲係咩點樣嘅位置。咁如果見到牛證博反彈嘅時候咧，見到都大家嘅嗰個牛證選擇嘅收回區域咧，其實都向下移嘅。咁向下移到邊度咧？其實都係佢啱啱上市大概170蚊左右的一些收回的水平，这一方面的牛證呢，就这一方面相关的阿里巴巴的牛證呢，就会比较多投资者呢是留意的。咁呢另外呢，至于引发呢今次呢环球股灾嘅焦点板块一定係石油股啦。咁见到呢石油股呢嘅价格呢继续下跌啦。咁虽然今日係有少少反弹嘅，咁但係见到呢唔少大行呢依然係继续抢淡㗎喎。咁流入呢石油股嘅资金情况又係点嘅呢？係啦，咁其实寻日大家都非常之驚訝，或者即係其實星期日晚，如果大家有留意美股嘅話，其實大家已經非常之驚訝，油價竟然喺一晚之間跌咗20-30%嘅油價，咁其實係大家都對於呢樣嘢係非常之驚訝嘅一樣。咁其實主要就係因為俄羅斯同埋俄羅斯佢哋即係佢喺油減產唔減產呢方面，佢哋即係好似傾唔成啦，咁咪就變咗反而咧就增產，就令到呢個油價咧係下調。咁其實網上有啲好搞笑嘅就係、其實可能而家嗰個油價嗰隻桶都仲貴過入面裝住嗰啲油，或者係一桶嘅牛奶，或者一桶嘅可樂都而家即係貴過原油嘅呢個價格啦。咁在这个情况底下，反而见到如果你说市面上大家会比较多关注的想去即捕捉返油价的话呢，其实都是一系就是揀一些石油相关的一些股份，或者呢是用一些涡轮去捕 ,corporate 轮去捕捉返一些去捕捉返这个油价的变动。但是如果你说睇返油价的涡轮来讲的话，其实它一下子跌了这么多，市面上的有的 call 轮的选择其实都比较格外一点。再加上刚才也有讲那个引伸波幅的变动，如果你说真的去留意油价的话，其实不是相对上的话，暂时选择产品的话就要引伸波幅有个比较大的一個影響，再加上它可能比較格外的產品，產品的選擇都會比較少一點。如果你說想選擇部署一些大宗商品的話，可以留意黃金或者是日元的一些渦輪選擇，其實都可以留意的。因為看到黃金其實雖然它在高位有回吐，但
暫時嚟講咧，其實佢相對上個金價咧，其實都係接近，即係尋晚更加係升穿咗$1,700嘅呢個位置，咁暫時咧都係高位整固。咁如果你話想做翻個兩手部署嘅話咧，可以留意翻黃金嘅 call 盤嘅選擇，可以留意翻只，如果你繼續睇好，可以留意翻只10111。咁個行使價咧就係$1,700嘅。咁如果你話睇淡嘅話咧，可以留意翻只10112。嘅鋪量選擇都係可以嘅。咁另外你見到觀眾朋友咧，亦都問只中國海洋石油啊，883啊，問呢只見底未啊？今日咧現價咧就8.93嘅。係，咁如果你話中國海洋石油嘅話咧，其實石油股都係噶啦。其實暫時油價即係一下子咁樣回咗落嚟，見到佢反彈嘅話咧，反彈幅度其實都唔算好大。咁因為其實大家，雖然好大程度上是因為減產協議上面的一個影響，但其實如果你說真的看回原油本身需求來講的話，其實都挺受到今次疫情的一個影響的。一來疫情很多的工廠開不到工，或者是人的出行會受到一些限制，其實對於原油來講，生產和一些出行運輸都受到影響的時候，其實原油的供應相對上的基本面來講，其實不算是說即是暫時來說，其實都會是市場上的態度都會比較負面一點。但如果說這些價位短期博一個反彈的話，其實都會有資金都會吸引到不少的資金是想在這個位置博反彈的。還有都要留意這一兩天這個油價的變化，因為對一些市場來說，譬如好像內地的市場來說的話，它是有一個停牌的機制，所以它油價一下子落來兩三成的時候，一些的市場其實未必單日可以消化到這樣一個跌幅的，所以其實都要留意之後一個走勢了。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多謝曬 Lina。 如果大家想緊貼更多大市資訊，記得留意一陣間5:30財經直播 Facebook， 繼續有 Lina 同大家一起看住大市。如果大家有論證相關的問題，就記得留言了。我們明天再見，拜拜。